很多网友来过西安后说西安市区发展落后，没有一栋高楼大厦，甚至连他们县城都比不上。其实他们不知道，并不是西安经济落后，盖不起大楼，主要原因其实是城市里面为古城区，为了让市民游客更加完整体验西安古老的历史风貌而保留下来的传统古建筑。这次来到西安，顺着古城里走了一圈，对西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西安市中心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古老的城墙内涌现出许多现代建筑，古老与现代的融合展示了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不断发展的活力。行人穿梭在古老的街巷与现代化的商业区之间，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感受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展现了这座千年古都的独特韵味。同时，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努力也得到了体现，古城风貌得以传承。在这里，历史与现代和谐共生，焕发出勃勃生机。